大家好啊，今天来看一下韩国歌手张元英。很多朋友私信我，让我分析一下他的发展。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看国外的，因为讲起来的话呢，不会，有那么多顾虑啊，会比较随性一点。好，来看一下吧。他是04年8月31号啊，很年轻啊，出生在韩国首尔，好像很多都是在首尔的这个。和日本差不多啊，都集中在东京啊，这边都是首尔哈。先看一下命格吧，因为这次就不用排了啊。韩国他们也分析过的啊，这是从右向左的，甲申年，壬申月，壬午日，壬水生在申月秋天，这个明显就旺相的嘛。很简单啊，取午火为用，一般来讲坐下的这种用神是最有力的啊，也就是这种层次会更高一点。就是月和日啊，明显是日柱是最好的。看一下，现在走的运呢是庚午运，这不运势不错的，挺好。也就是从18岁啊，今年才，应该从，反正从虚岁的，应该是这边显示的是周岁啊，按理说是19，按理说是19，也就是从今年开始，这运反而会更好一些，反而会更好。往后的运其实是不错的，走的是午火运，啊，再加上未来的这个发展，就是整个社会是进入是九运，也是火，那相当于三元九运，啊，可以理解为时代，啊，时代的助力，啊，这个命格当然有一部分了，整个社会的发展，因为是壬水啊，壬水为长江黄河，啊，大江大河之水，啊，这种水的话冲击力很强，那就是。再加上年月日都是阳的，就所谓的阴阳嘛，都是阳的，那么可以理解为，做事情啊比较的果断直接，啊，壬午为杨柳木嘛，啊，看一下他们怎么解释的啊，这个看不懂啊，翻译一下吧，这个肯定是不比较怪怪的，因为本身有很多术语的存在，所以呢，他的一些这个话呢，可能有些是很不通顺的，啊，他说的是名字啊，这不管啊。看下他怎么这个国外的怎么讲的吧。韩国人说他的人品，呵呵，像匹赛马啊，有了目标就勇往直前，猛烈积极去做。对啊，这种确实是如此啊，比较的有这种冲劲，说干就干了。因为本身是壬水嘛，再加上有这个申金，申金为。硬性嘛，硬代表什么？就是为我助力的，啊，这种的话做事情比较冲动，啊，说干就干，比较的直截了当，啊，虽然是女性，但是，她这种，在这种社会上打拼，一般来讲是容易成功的。如果说什么都不干了，比较的这个，随性的那种，我们称为佛系，哈，要除非很好的家世啊，怎么样？但这个的话呢，哎，比较有利一点啊，有食神嘛，小时候很安逸，到了这个15、6岁之后呢，尤其是18年之后啊，就明显的转折。这个转折肯定是往好的方向，比如说有了目标，有了这个前方的动力，这么一个意思。大致看一下这个解释吧，看一匹烈马啊，缺乏人性，难以沟通的感觉，而事实上。啊，什么强人，什么理性很强，对啊，肯定是理性啊，理性的。哎，好了，很简单啊，这个韩国的解释很简单，好，不管了，看我自己分析吧。那过去的就不来多说了，这午火运是非常好的，也就是从18年开始吧就不错，18年戊土来克制这个水，19年是己亥年也行，20年要差一点啊，2020年嘛，庚子年这个。啊，他出道的话，看一下出道的时间是，好像21年就解散了一个团体，同年又有这个新的这个组合出来，啊，这种的话往往是 C 位吧，往往是 C 位，啊，是很努力的，这样的人是比较努力的，而且会有点类似于抗压，这怎么说呢？多次失败，但是最终会走向成功，是这么一种像，今年不错啊，引申冲动，然后三合。啊，半合应该是啊，可以啊，代表着自己22年这种，知名度啊、名气啊也会更高一点，啊，当然不一年12个月嘛，现在是庚戌月，这个月差一点嘛，
因为这个引动申金啊，这个要查点。明下个月呢是辛亥月，啊，下个月是亥月。亥月的话，比较一般，但比较相当于说比较平吧，不能好与坏啊。下个月，那12月份呢？现在是10月底了吧，快10月底了，再加去的是这个12月。12月的话要查，因为12月是壬子月，这个月啊，大运当中的冲，同时这个和命局当中有冲啊。整体来讲的话，这个气势全都被调动出来了，那代表不稳定嘛，所以是今年的12月份要做高点。那今年整体来讲好啊，变动大，但是往好的方向更多，因为流年好，就算某一个月份可能有一些波折，但影响不大啊。那么23年怎么样？23年是癸卯年啊，就明年吧，明年是卯木。明年，哎呀，这个时辰不知道啊，算了吧。这个一般来讲，日干是劫财，哎呦，23年是属于这种资源啊，比如说他肯定有什么经纪公司啊，或者啊，还是看韩国的吧。啊，有这种资源的被夺呀，可能要麻烦一些啊。壬子癸丑甲寅啊，尤其是正月吧，也就是2023年的这个2月左右。相对来说是最差的，或者说春天是最麻烦的啊。乙卯丙辰丁巳戊午，到了年中啊，年中也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更好了啊。夏天也就是这个五六月份，2023年的五六月份会比较的有利一点。好，这是从事业角度来讲，从感情角度来讲怎么样呢？啊，这感情的话就相对来说，哎呀，要弱一些了。啊，因为本身啊，他可能也不在意这些，啊，天乙贵人嘛，这个啊，大江大河没有土来治，相当于说一般的男的看不上，啊，如果说非一般的男的呢，有可能，又不止一个，啊，那自然而然这种的话会比较的久一点，就是为事业拼搏更久一点，或者说有的时候很短暂，感情都是短暂的，不会说长期的，啊，这是从发展来看。啊，从哎，啊，虽然说这个批的很厉害啊，从面相来看也是如此啊，比较随性一点啊，也比较大方啊，分开不管就不会有过多的留恋，在一起任谁嘛，大江大河也是比较冲动的在一起，那自然而然这种是比较短暂的，所以这个情感也通常要么就是长期一个人，要么就是很短暂。一分离很短暂啊，这种情形比较多一些啊。其实讲这个比较少吧，就是可讲性比较并不多啊。第一，年龄比较小嘛，好像说的今年主变动嘛，尤其是刚才说了啊，12月份要差一些啊，这个今年这个月啊也麻烦多一些。整体来讲是好的方向，午火嘛，他就算不是歌手，不是演员，那也是啊一个。这种生意场上的人啊，挺好啊。好像挺，没说的，比较少哎。不管了，反正简单的说一下而已啊。23年加去24年都还可以啊，并不差啊。希望他顺利吧。这种人当朋友非常好，当恋人比较的烦一点啊，就是不太适合啊。好吧，希望他顺利，就讲到这里吧。挺有个性的一种。